所有的小朋友做了玩具，哇，他们玩得好开心哦。然后呢，有一些小朋友啊，因为树枝那个叶子不够多啊，有一些小朋友他都没有。然后呢，阿佑奶奶说，那我们再去找那个阿松爷爷要一些树叶吧。可是这个时候，阿松爷爷在这里又听见了哦。那你们觉得他又会做什么事情呢？把树叶拆掉，把树叶拆掉，然后还有呢，树枝给他，哇，把树叶拆掉，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会把树叶都赶快也拆掉哦。哇，你看真的耶，他好小气，连叶子也赶快回去啊，把这个树叶啊，哇，你看他这样子一篮一篮的，全部都把树叶给赶快给打下来，赶快给拔下来耶。他心里想说，哇，这是我的宝贝树叶。怎么可以给他们呢？我一定要赶快赶快的把它收藏起来哦！我要把它藏起来，赶快一点，免得等下这些小朋友跟那个阿佑奶奶来的时候啊，哇呀，就被看见了。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们要不要帮阿松爷爷收这个叶子啊？要。你要帮他收叶子。为什么你想帮阿松爷爷收这些叶子？就是要小气，不要给人家。好，是不是？还是你有别的理由？忘记了。你现在有点痴呆了，还是你比较想爱干净，觉得树叶掉在地上，你想要把它收起来，你想把它扫掉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啊。那燕儿，你会帮阿松爷爷这个收这叶子吗？你会想要帮阿松爷爷？为什么你不想？不知道，你觉得树叶可不可以分给其他小朋友玩？可以哦，你会分给小朋友玩吗？好。好，那我们看哦，等一下小朋友，哇，果真呢，然后阿佑奶奶啊，来到那个阿松爷爷家的时候啊，哇，他又，哎呦，哇，阿松爷爷发生什么事了？哇，这个树上的叶子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啊？哇，然后啊，他说其他的小朋友呢，哇，看得又好失望哦。哦，又没有树叶了，我们都不能拿叶子来做玩具，那怎么办呢？好失望哦。然后阿松爷爷看到小朋友这么失望，啊，又很高兴哦。你看阿松爷爷，我看他笑那么开心，别人不开心就是他的开心。你看他笑成这样，所以啊，他就说，那要不然把这个树枝送给你们吧，不要难过了嘛。然后啊，阿佑奶很高兴哦，他就。哎呦哇，阿松爷爷，这个树枝这么漂亮，要给我们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各位小朋友，赶快把那个掉下来的树枝，我们赶快收一收，带回去。你这个阿松爷爷又觉得树枝也要，因为这是就觉得，这个哎呦奶奶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怎么这么奇怪？什么都要，这个树枝，这个是我不要，这个剩下的。我不要的，他们怎么拿得这么开心呢？好奇怪哦！草莓花卡，真的好奇怪哦！哦，你们都知道结果了。所以啊，好，我们看哦，那个阿佑奶奶把那个树枝带回去做什么东西？烤棉花糖，你想起来了是不是？你们有吃过棉花糖吗？你也记得吗？我都没吃过。你觉得树枝可以烤棉花糖吗？就插上去。树枝可以烤棉花糖吗？插上去用那个火烤。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哈，就答对了，真的，他们拿那个树枝烤棉花糖哦，还有奶奶呀，帮小朋友哇，每个树枝上面都用上那个面粉团，他们来烤那个，我记得是烤面包啊，烤面包哇，结果围墙那边又有一个小朋友，这个味道实在太香了。然后呢，阿松爷爷又跑到墙边，你看这边又是阿松爷爷哦，阿松爷爷又跑到还有奶奶家的那个院子来偷看了。哇，他想说，哇，怎么这么香啊？原来他们用我的树枝，哇，是来烤面包啊，实在好香哦，好香哦。然后阿松爷爷心里想说，哎，不行。他们啊，一定等一下又要来跟我要剩下的树枝，我一定要赶快回去，那个整棵树都砍下来，哇，要不然啊，树枝又要被他们拿走了。后面他很伤心，结果啊，真的耶，你看，哇，还有奶奶跟小朋友啊，他们其实是想把烤好的面包拿给阿松爷爷吃，他们没有要来跟他，他没有跟他来拿那个树枝。老师，你没注意。哪一个东西啊？真的怎么会变那么逗呢？对啊，你们怎么那么厉害？阿佑奶奶越来越好玩啊，
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得好玩，然后所以小朋友越来越多啊。然后啊，小朋友他把面包带来给阿松爷爷的时候啊，他说发现那个阿松爷爷正在哭哎。那、啊、你们为什么觉得阿松爷爷会哭呢？为什么阿松爷爷会哭？因为全中不理我。为什么阿松爷爷会哭？那阿松爷爷哭，你要不要抱他？啊，不要不要。哈哈哈哈哈。你们燕伦为觉得阿松爷爷为什么在哭？自己太知道吗？觉得自己不觉得自己太小气。你叫玄宗，他叫燕伦。好，那玄宗先回答。